山林原野这样子的环境，所以有山有海的这样子的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我们的老师就发想说，哎，我们可不可以让我们的孩子除了课程里面固定的课程之外，我们可以让孩子们学
其他不同的结合在地的这样子的资源，让他们认识我们的家乡环境。浮力现在怎么样？现在你的胸口、你的腹部，你当然不会不舒服啊，对不对？所以救生衣一定要把它穿起来。这救生圈它是软的，泡棉式的，我用力去压，一扭它，它的浮力不会消散，可不可以？可以。这个是抛绳带，还是用砸的？怎么样？抛的。它是什么带？抛绳带。所以要干嘛？要抛，抛出去，很痛吗？抛出去之后怎么样？我会说抓住，抓住，然后怎么样？抓绳子怎么样？那把它拉回来，对，把它拉回来，可不可以？可以，可不可以？这个提着很好用。等一下，书包放好之后就放这里。是我们学生越来越少，因为在整个社区能够提供的这一些就业机会比较少的状况，那交通也方便，我们的家长很容易把孩子就移出到其他都会去。手拍很好，拍来不知道同学把中文写上去。因为我们学生相对的人数少，所以孩子们对于他们的所谓个人成就视野会比较低落，学习动机会比较弱，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花很多的心思让我们孩子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也能够去促使孩子们有更多的互动的机会。今天星期几啊？今天星期一。今天星期一啊，老师不都说过了。贴课本的比较不会，然后笔拿出来。好了，塞住。先发数学三本检查一下，没有。不是，对，老师名字怎么写？这样写。老师怎么？你们的？我那时候觉得我想要来这边待着不错，就是我觉得这边的学生很贴近，那种师生的关系还很单纯。你跟他们上课就是对，就是上课，然后有时候会，他们会给你那个很真诚的回馈，让你会很觉得啊，你当老师很有价值这样，然后跟他们互动就是觉得很开心。老师，妈妈为什么每次都说我是仓鼠？他三岁的时候就是带去那个台大去给医生检测，就是他发现他是属于那个自闭儿童加发展迟缓中度。他的智力就是比别人的那个发展迟缓，可能智力评估那时候就是有三岁左右，就是类似幼稚园的程度。他就回到50、59分，再过三分钟，他做的是什么？分针转完一圈，分针转完一圈，分针回到了原点。目前我在学校就是接任他的那个特教助理，就是边上课边辅导他，协助他一些课程上需要协助的东西。就目前就是这样，我也没有什么工作。
错边放二，对，哪一个要放哪里？第一个立体的放在哪一边？这个立什么字？这个立角，角，所以是九，九，它有九吗？你数数看，二三四五六。大千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其实看到人群都会害怕，他会缩在自己内心里面，然后不想要跟人家做接触。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不断的带他去跟各个人做个打招呼。来是多少？六。接下来是谁？一。很好。要是老师在做什么动作，我们就拉着手一起做。这是你的新课本。来写名字，英文可以，英文写英文、中文都可以，自己看得懂的都可以，OK 吗？开始，开始写。杨东，咋了？可以玩水，妈妈已经好了。那、啊、你没有淋到，再放水还没？多一点。好了，不是啊，你擦完那三张放在你自己的位置。其实，那地那个因为已经寒假了，所以就要把它拉出来，地板要拉出来。所以那边的有了。所以你要拉出来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灰尘。学习不是只有科目考试，在学校学到多少能力。而是我们希望这些所有学习能力是孩子们接下来长大以后能够运用在他的生活上面。长在土壤里面，除了吸收土壤和养分，就水分还有第二个。哎、欸！还有还有还有！我等下好了，哎、欸，我先啊，好等。再见！再见！我已经看到我要在背后，然后坐在地上说等我。在偏乡，我们的家长其实最尤其在海线这一带，主要的都是跟鱼有关，可能是捕鱼的，那或者是餐厅啊，或者这个捕完鱼后面的相关的加工业，或者是运输业的部分，所以某一些时候家长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去做他相关产业的部分，相对而言，他们比较少有时间来在家里看着我们的孩子。那我们的方式主要是会跟龙洞那边的教练来做合作，因为教练他们相比学校老师，其实他们在水域方面的专业比老师们都还要更加的厉害，所以是以教练主教为主，那学校的老师一样会一起去。会蹲吗？你怎么了？有困难对不对？帮他怎么样？帮他适应一下水温。哦，很冰对不对？再试试看，再试试看。躺着，好，躺着，躺着，往后躺，躺着。所以小朋友，你看一下哦，他这样飘着，只要放轻松，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吗？Thank you.
能是因为我们住在海边，要接触这些海洋活动，让我们更了解海洋文化这部分吧。可以吗？可以。你不要，你放轻松，你越动越会画，放轻松，放轻松。快去不要再进水了，我快过不去了。哎，我跟地球没有关系。我们的桨是该怎么抓呢？抓桨的时候就是要保持凸面朝前，凹面朝后，尖头朝上。那该怎么样划这个桨呢？慢慢的放下去，放下去怎么样？一只手拉，一只手推，配合你的腰的扭动。我让你直接上来好不好？可以吗？好，直接坐上来。谢谢。来，坐上来，屁股放。屁股跳进来，这样扶着跳进来。好，很好。预备，朝下，预备。来，宝剑在这。好，来，先放头上。哎，好，九十度。好，可以出发了，加油。我刚抓的东西，你看一下。哎呀，小心啊！喷水。哎，小心啊！脚踢。你快成功，快成功了！手抓那边，好，好，坐好，非常好。有时候会船有划一划就忘记，哎，要先伸左手还先右手，然后会让你考验你的协调力。那因为我们从小都是在市区长大，会过来这边的原因是因为不喜欢都市那种每一件事情都很急都很快，等于是一早出门就是一堆的车子，然后回来也是一堆的车子，就日复一天都是这样子。那这个应该是说我们过来这边最大的原因。你觉得你有爱你妹妹了？嗯，有时候很爱她，有时候没有很爱她。这我辛辛苦苦，不是我拔的，这我辛辛苦苦拼的呢。你，但我会修，修好，这是我拼，这是我花好多时间拼好的，花吃饭后的时间拼好的。还有有时候我们吵架，她就会一直骂我，然后我叫她安静，她也不理我。哎，我的东西不见了，没关系。你还继续啊，你再继续啊。他有时候会烦我，所以我就不喜欢他。啊，我的猫的架构毁掉了。对嘛，我装回去了。你看。三我喜欢帮忙出餐，有时候我会跟思思说：“思思，你如果再不去的话，那就我帮你出了。”然后他就会赶快去出。绿茶，因为有时候觉得很烦，就不想要去做，就懒懒的躺在椅子上。
那有时候很想去做，很勤奋。谢谢爸爸，谢谢，谢谢。那边没有颜色，有颜色，一个方向，这边淡淡，一个方向，你要粉的，就粉的哈。太用力了，轻轻的。因为我们必须先让孩子有温饱、安全的学习环境，以后他们才会安心的学习。注意是什么温度呢？就是我们在划船的时候穿的这个衣服在船上划呀划，会不会热？怎么办？可不可以拿帽子拿起来舀点水盖在头上？当然可以，非常棒。适时的帮自己怎么样？帮自己身体降温是很重要的哦，要多喝水，可以吗？我觉得有困难的地方是，就是你如果要往左边的话，就还要去右边往往前，然后左边往右边往后，左边往前，很麻烦。好，来，我们先顺时针滑一下啊。为什么会有人逆时针滑？第一次学独木舟不会害怕，也不会紧张，因为很好玩。因为它滑的时候可以。如果超出边界的话，你就可以叫老师来帮忙。是，先让学好，这样子往后，然后再往右边。可以让我们觉得刺激，感觉紧张，然后我们就会动作加快。然后动作加快的时候，跟别人撞在一起的时候，会感觉很开心，因为他被我撞了。我本来就不害怕海水，我本来就很喜欢玩海水，只是很闲而已。
你看咱这船啊，你家看，伊有偌济粒灯火，让那个小简啊鱼啊集中在一起，看到灯光，它就会靠着灯光了。要收的话是要从底下先收，这样就可以钓了。现在绑钩子是这样，线头一个底下，一个在上面，看到底下啊，阿家就说底下这条啊，就给它转三圈四圈，啊，在它上面这一条，然后有要用这样整个是拉一下，啊，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可以了。啊，这样就可以开始可以钓了。再来，再进去。电梯不是这样，抓这样进去里面。好了，可以去钓了啊。有机会我们有些观光渔船带孩子出去，让孩子们看到大海的美，然后也进而建立一个对大海一种保护的概念。好，所以在这个课程当中，不是只有休闲，不是只有娱乐，我们还结合了我们对大海生命上的教育，以及对我们未来观光事业发展，孩子们应该建立这样的一个概念，不是只有发展观光。我刚才丢的时候，差点一起升级掉了，觉得有那个重量快要拆出去的。方向错了，要往这一边上去。你喜欢，那就叫哥哥帮你哦。嗯。哎，罗尔。哎，百香果，百香果我要。拜拜，弟弟。拜拜，我跟你好。你问我，你来催我啊。咬咬一口啦，你很坏嘞，冰冰的你又咬不了。照顾家庭就是我就尽量做好自己该做的本分责任都有做到，在家里就是看到我有时候很累会帮忙按摩啊，帮忙做一些家事。因为我觉得家事应该就是大家一起做的事情，所以我都会煮着，只要听到妈去叫我就会去洗碗。那不是垃圾，那个是我们的东西，那是我们家的。哎，哦，那就好了。虽然说蛋最近，我平常在家如果不是写功课就会跑去画画，会有成就感，画完的时候回到学校送给同学，同学就会称赞我说我画得很好，所以我就一直想要画画。
们今天呢要下水从事什么活动，知不知道？那你们怎么样？先亲近大海，认识大海，怎么样？爱上这个大海，你才会懂得怎么样珍惜它嘛，对不对？好。当然，第一个是建立孩子们喜欢水，那愿意在水里面从事这一些海上活动，以及保育哦。有时候人怕水，不见得是天性。借由我们的课程，借由的引导，我们孩子渐渐对水产生了一个亲密的感觉，那慢慢逐渐了解水性，我知道水它并不可怕。辐射率是空气的几倍啊！我要浇花，教练为你们呢？教练，这样子最好了，避免中暑哈。那教练会教学生的水域课程会包含先教学生自救跟如何救人，因为要让学生进入水里，其实最简单最基本其实要注意的是安全的部分，所以学生会最先学习的是自救跟救人的部分，以及救生圈如何使用。好，看我做一次喽。一，我用我的右手把我的刘海往上推，先看我做。推到发线的地方，我就停住了。这个是一，所以我一根头发都不会怎么样夹到。二，左手抓的面镜框框由左至右，左右的晃动。三，我面镜的下缘在人中的位置，不能太高哦，会进水哦。四，我的右手往后一缩，放。袋子不要压到耳朵就没有问题了，不能太紧，太紧也会进水哦。好，嘴巴打开，嘴巴吸气，嘴巴吐气，呼吸本身不要咬。我们实际的测试一下我们的面镜会不会进水，开始下来吧。到趴水里，试一下面镜呼吸完会不会进水。变水了，变水。哎，这水里不能偷笑，等下在水里不能笑，听到？嗯，拉走了，看中间的，再次，就是他慢慢来，鼻子不要吐气哦。啊，一，好恶心，我只看到这样一个。它让我们可以游泳，然后可以出去外面玩，就不会有危险。用力捂好嘴巴，不能放松，你一放松它就会进水哦。OK 吗？啊，好，站起来，有没有好一点？所以你知道要用力啊，捂住，捂住。它嘴巴好干哦。好，打开，来，好，哎，孩子知道。你知道水啊？你带条跟你走。对，要看啊，小心哦。好，下去。对呀、啊，全身都满湿，刚才外面浪很大，一个人吃恩恩先弄，可以喂，哎，一次多一点点没关系。那你不要吃的。这样。爸爸会拿一些虾子，然后叫我们把那些虾子剥掉。我记得好像是把虾子的头放旁边，剥好之后再把虾子的头喂给他鱼缸，网子里的鱼。来抱你的小鱼哦。小鱼在那个最旁边呐、啊，嘿，早上喂过的没关系。小孩子有他的好奇心，那当然每一次什么鱼回来，那他好奇的问，那可能会说：“爸爸，这个鱼会不会咬我？哦，这个鱼会不会怎么样？”那我们当然就是我们知道的告诉他：“哇，这么厉害，再拉，好放放，紧放，要不然我会跌倒。”对。一脚又拉条，又拉一条。扶着哦，我会被风吹下去哦。我有重重的。对啊。然后撇嘞，就没了。逗号不是这样子点下去就撇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对啊，对啊。
你的那个标点符号没有描好，或者是你的断句没断好。好像是标点没标。然后我全对。好了。好，那再往这边吧。我们的考卷发给你们，来洪彩阳，你的成绩，然后订正的订正完吗？英文订正。我不用订正啊。我打你一百分。还没演呢，还没演。我找不到，因为我没有订正啊。很弱。你看七点正餐哦 ，yummy。通常是拍一些风景，比如说海，不然就花花草草或者小动物。有狗。有时候我们眼睛看不到的相机可以看得到，相机看不到的就用眼睛永远记在自己的心里面。我特别喜欢拍照和画画，因为有时候会拍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事物，然后拍到之后就会拿给家长或师长看。手手放下。辣。哪一个？这个。这个有辣。耶。赞。好辣。那如果你可以，你有能力可以给就是妈妈一个礼物的话，你会想要给她什么？一个戒指。上面可能嚷嚷着一个钻石，因为有时候觉得妈妈很辛苦的话，可能就会想送她一个礼物。你有拍到吗？差不多那里。我有看到太阳吗？再过去，再过去。可以吗？可以。很好。你看，大千，明天跟老师说我有看到彩虹。彩虹吗？是不是彩虹？希望阿谦有一个定居的地方，然后希望他长大之后情况能好一点，希望他能自己独立。你这艺术家，未来艺术家，你现在又要当摄影师了？没有啊，我不知道我要当什么。阿谦，走。你觉得我要当什么啊？不知道。你的理想很多，你要当 YouTube， 你要当美发师。你看，阿谦有船呢。那我要当 YouTuber。妈妈，我说我要捡塑胶的。那跟我过来。OK， 你先去。你先带着我。对，你先放那里。你怎么可以来帮我啊？这个。怎么了？你在哪里？我在这里。在这里，我来了。小孩子在市区，当然有在市区的好处，那可能资源那些都比较多，但是相对的，他在市区的诱惑也会比较多。那在这边，虽然说他的资源基本上没有市区多，但是他能学习到看到的会更多。那我们只希望给小孩子，就是不要跟我们以前一样的生活教育，就是说让他可以比较自由发挥一些。那边啊，思思来。袋子飞下去了。跟小孩子比较有办法互动或分享的部分是说，我会带他们看海上、岸边，还有港内这些垃圾啊、漂流物。我们每天生活在这边，是不希望看到这些废弃物都是在大海，而且没有办法处理的。好好的一个地方，你连自己在地的人都没有办法去维护的话，那你怎么去要求外面的观光客进来他不乱丢？小朋友对海洋环保或者是永续海洋这个部分，其实我是比较在意让小孩子明白的是这个点。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以后将来长大要成为什么？发明家。因为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失败了就失败了，再重做就好了。哎，还有保利龙，这个要丢进去吗？对。那海草我帮你丢回去。呀，哎，不要！丢你放着，海草等一下不要弄到我身上。再拿几个，我这个快满了。那你先捡垃圾好不好？不好。回去拿，还是我回去？这里还有很多哎。对啊，我知道。转身背朝大海，抓好看好要踩的地方，慢慢的下去。后面我会拿橘色硬的救生圈给你，双手伸直，抓着。这怎么办呢？双手伸直，双脚在后飘起来。需要我的协助怎么办？用右手拍打水面就没有问题了。才看一下子，然后就被水呛到，然后再下去，然后又被水呛到，可以吗？不会不舒服，就是一直呛到，不知道为什么的呛到。玩这个地方就知道它是真的，没有人。喜欢浮潜的，就是可以抓生物的那类。老师拿的那些海参，这那些我都没有看到，是老师抓起来才看到。那个是石头哎。那这个中间这个是什么？我觉得这些都摸起来都软软的，有些硬硬的，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最棒的应该还是浮潜吧。因为浮潜，我们在路上可以看到一些鱼啊，还有一些海草可能会飘到你面前，然后老师也会拿一些海参来吓吓你，让我们觉得很刺激。很多石头，然后如果下去一点把耳朵捂住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几乎都在海底世界里面，然后听不到外面的声音。这边你手里是有一个东西。然后浮潜还有另外一个优点是，看到我们一看到那个海上的垃圾，我们就会想到我们是应该要对海好一点，让他们不要被污染。看到垃圾就会想起我们要爱护海洋，看到大家在玩就会想起我们一开始笑的那个笑容。